帮紧你，帮紧你，快脆尿一尿，帮大家出啖气。呢次同大家睇睇慢啲陈志全点样缩沙。继杨岳桥、谭文豪、郭家麒涉为国安法而退党之后，等啊等，等到巴巴的花儿落了，终于到陈志全退出人民力量，仲要熬到话唔再玩选举、集会、示威同游行，昔日初选自作孽，结果今日万必都变何必啊！回顾当日万必立会激进，暴走出位，又掟臭水，仲以为就算系还押，佢都会有团火为王宁争光，死撑到底。谁不知呢团火都有死火嘅一日，堂堂头目竟然奉行人冇事先做到世界冠军，网友嘅宗旨真系揸得够晒紧咯。难为网友曾经自嗨话咩呢场运动已经赢咗，赢到万必你都有今日，跪到要同同路人割席，又系咪无怨无悔呢？讲到底，人在狱中受审在即，政坛过气唔退仲有咩用啫？只恨执书行头薄可怜，都仲要人如其名慢半拍，都系一首打油诗，共贺万必踏上永久议员路啦！立会猖狂贪真痴，今堕牢笼已失志，但求自保人冇事，明日黄花自节枝。